现在6:31，预计9点到那里。现在阿里山早坪车站12度，不算低啊。今天的塔山超清楚的。嗯。你今天我想我们上去应该。嗯。重新开幕的阿里山阁大饭店。整修或重修。林务局就故意拿一个东西，要前往闽越县或是塔山。都要走塔山步道，塔山步道的入口在下面。走了20分来到塔山步道。单程步行约120分。2小时。阿里山非常多这种色干仓库。现在6:53。下面是面食，一开始就一个好汉坡，哦。现在刚好7点整，走在铁道旁，塔山步道。
对对对对对对快到了，快到了。阿里山很多这种巨木的老树丛，然后它们各有形状，像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候车亭。这里是塔山步道，可能最高的地方。哦，那明月线轨道在下面那么低啊。现在应该十分多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应该十分，7:27来到这个，哦，十分。刚好遇到火车来了。哇！十分站。我们没有走铁轨，走铁轨就会遇到他们。地点叫什么？快点写。走了差不多50分钟，从那姐妹潭的登山口到这里。是啊。嗯。啊，闽越线就从这边去。这一条铁路就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上山回来再来走一下。现在7:39，7:42，正式启灯。现在7:48，2.6K。到最后是3.7K 啊。满地的轰炸树。灰鹅山礁上次在侠客楼，对，哇，那个 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它也是很鲜艳。嗯，灰鹅山礁，阿里山这边的那个变叶树哈，都是红榨树。二代目红块，刚才有山友竟然走闽越线走到这边来，他走错了。又要爬坡了，红榨树。8:22，3K 处，已经走出森林了。哦，到处山头都是红榨树。4700。再来看起来都是已经出到林线了哈、哦嗯。看到天空了，显然离山头不远了。危险断崖路段了，哇，漂亮的红榨树。
水管路。3.3K， 8:40，我在大巨石下面。满地的红榨醋，红榨醋。8:52，3.5K。前面就是进大山了，大塔山步道走到这个有围墙的地方哦，剩200公尺，到了建筑物了。山在那边，300米。嗯，上去再右转就到了。最后的长坡刚好9点，3.7K 到大塔山。欢迎光临大塔山，你是二度光临啊。二度那红本啊，怕人呢、欸？人与鸟的睡垢。我也没办法跟他玩。嗯。尖嘴巴。Oh no！ 吓死了！他嘴巴那么尖。金丽白眉。10:15，一般大塔山步道过来哈，你走到这边会发现没有路，那个出口往明月线，要从这边出去。早上一到三有，它就是大塔山步道一直走，走到大塔山去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出来。你这样
去塔山吗？对。哦，塔山你要过来，要过来。如果你走大塔山步道过来的话，就从这个口出来，然后从这边过来，再往闽越线。刚才我们就在上面，塔山在上面，我们现在走在山腰。看你赛道上面好多，好红啊！10:41，你来到明隧道。第一个明隧道。就在前方。哎，这里是崩塌处。看一下玉山主峰，在那里，北方，北方。主峰，东峰，北峰。前面那一个角度，角度都可以看得到。可是我们走路的时候，我要西风下。可以。现在走到了第二个明隧道，这一段明隧道是完好的。有时候会有露营的团体，几乎就是会走到这个明隧道，这第二个明隧道来露营。二号明隧道之后呢，就开始进入这种隧道里面。这个呢比较短，前面就看到亮光了。这是第一个隧道。第二号隧道。小心撞到头。二号隧道蛮长的，很长，出来就是塔山车站了。塔山车站，塔山车站，这个进去有洗手间了。那个很
很简易的。还有那个中塔山、小塔山，从这边进去。哦，也是从那边进去啊。嗯，完美景点。枫叶，如果有红叶的话，其实蛮漂亮的。三四号可以形成洞中洞。现在这里是十三号铁桥，到了这里，你就是如果没申请的人，只能到这里止步。那如果有申请的人，就可以继续往内走。1:07，回到塔山步道的入口处。哇，出头天了，出头天了，没有坡了。从这里走，好累好累，啊！欧都纳，欧都纳红本第5座大塔山，底下成功。